的是哦，只是回到家了，真的是我，真的。慢慢想法是要搞一点。甲板呼叫保育员，年头捐猴全部爬到前面的大门口的门上了，在监视器上。他正常活动是在哪？他家在那里。哦，想到这里了，现在看哪个门会出去？哦，阿伦想要逃出去，呵呵，好笑。家在哪里？全部爬到门上。现在看。哪里可以出去？你看看，他们现在在开会啦。不要打那边了。不是啊，在公司无风罩无控制啊。传上去了。这全部都这么往这边看，到时候知道地形就往那刚刚有一次就已经站在那个地方往里面看了。是吧？他说是敏感神经，是不是在穿山甲管呼叫保育员。年头捐猴跑到大门口的监视器旁边来了，全部都来了。在这里啊，你看全部在这里，刚才跑到上面在看门呢。好看哦！刚刚在听我讲的小朋友，小朋友，来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